所以在咱们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呢，我们还得特别的看一件东西，什么东西？我们做了一个相关的这方面内容的片子，就是当你发现你的户口本和身份证上哪些信息出现错误的时候，必须得马上去弄去。有哪些呢？并不是那么紧迫，但是你也要早早晚晚的面临的。我们把这些错误呢分成不同的等级，最后呢给观众朋友看一下。办理时间相应长一些，因此提醒您，原始登记时一定要填写准确，仔细查验。